我要吃一片就好了，你要帮我切开。那个太多了，还是用铁锤切开吗？锵锵锵锵。这里有一个刀子，要切蛋糕用的。那怎么没有用盘子装？你用手抓我的蛋糕哦。对呀、啊，要用盘子装。啊妈妈，这小乖要给我一个茶叶蛋，这是麻吉啊，这个是麻吉，给你吃一个麻吉。这么多耶，这是超级豪华大餐哦。对啊，还有火腿耶。我吃饱了，谢谢老板。请问总共多少钱？这么便宜呀、啊？火蛋糕100块。哇，一小片100块哦。你们两个是大老板的，那就有钱可以去买 Tommy 卡了。